先报到。弹射没弹到，然后被动触发了30%，我觉得还行，不会算太难触发。触发有加 1.9 的速度，再加那个小喷的动力，很实用的一个被动。这里转向差了一点，一个弹射。那个 U 帅，那 U 帅，刚那个只有弹射到，可以，手感很好，这台车手感很好，我觉得手感很好。车子是比较属于那种比较硬的那一点，有点像白鱼，然后整体的车子很贴地，很扎实，它不太会滑，所以控起来，我觉得在 A 车里面手感我觉得算好的。对我来说，哪台车手感都好，没有，我就觉得有些车手感很烂，像是那个黑色闪电啊，璀璨之星啊。这是反战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啊，现在路上还是有很多，海外上还是有很多魔王，就是一些无氪玩家。可以用单段进阶啊？没有，我点了两下。说好的单段呢？反向我还没有很熟。看一下这里的平转，可以啊，比璀璨好多了那转向。弹射，可以再一个暴力入弯，可以单断，没有进阶到，哇，爆炸了，爆炸了，路线，再一个弹射，没有弹到，很好，要炸就炸彻底一点呢，来啊。直接炸彻底一点，转向没有想象中差了。璀璨的转向比这台还要再差一点，这是实话。转向比黑夜再好一点，所以你说它转向到很差吗？我觉得没有，但是它比某些的钻石的 A 车来说确实是差、啊，像是什么天玺啊，然后猎魂者啊，或者是蓝影啊，这些当然是都差。可是比起一些比较转向比较差的车。这台车转向我觉得 OK 了，已经 OK 了。速度跟动力够快的车来说的话，这台车转向我觉得已经 OK 了。没有，又是你的啦，没有那么每天都在玩富贵的啦。
哇！哈哈，还好我复位按得快。我靠！你是不是拼命了？哇！两圈都撞那边。小草心已死，哎，我怎么第一？我又怎么第二了？这是什么峰回路转的比赛？我干嘛了？我在哪里？我又赢了，我又输了。我跟他差没有很多吧？我应该跟他差一点点。我最后应该没挡到他，差0.01秒，哇，差0.01秒。我最后应该是没有卡到他，我最后应该是跟他差一点点。然后他那边的画面冲线应该是比我快的。我按错了，方便空港，谢。五个人都变空港，谢谢五位，谢谢五位兄弟们，谢谢。是多霸，其实我刚刚也想变。赛车跑这样不应该还行。开溜开溜开溜，溜起来溜起来，可以，这台车跑这张图应该还行，后面那个转向有点差，但是还行，速度跟手感是很好开这张图的，可是要小心后面那个转向会被超车。好开好开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没有你们大家评价这么烂，好不好？魔王没有评价那么烂，毕竟也是比赛会出现的车哦，这台车也是比赛会出现的车哦，虽然说比赛出现的车很多，可是没有比赛，在比赛中没出现的车也很多。至少他在这个11层或直线多的地图呢，魔王是会出现的。我头发还抓，我今天头发还有抓法拉，所以现在看起来是有抓法拉的痕迹。转向，这张图跑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。
超帅。哇，我车腾空了，这是一个弹射，没弹到，没有关系。车腾空了，车腾空了，尴尬哎。手感很好，我觉得这台车没那么好失误，没那么容易失误，只是某些地方，转向要特别注意一下，避免没有转过去。其他时候我都觉得这台车没什么问题，绝对可以跟一线的 A 车抗衡，绝对可以。除非你是说像职业选手那样子的差距，否则这台车的话，你只要技术持平的情况下，它是不会逊色钻石 A 车太多的。我车被吸住哎、欸，还想卡小喷哎，弹射了。他这么快的吗？没有蹭到小鹏，干转向不够。我赢了吗？哇、哦，转向不够，哪里够嘞？我的天，吓死我了！我第一圈转向就不够，我就加一飘了。可是第一圈是因为我被撞，我才以为我自己转向不够，结果我第二圈弹射到了，我转向还是不够。